麻酱面皮儿。这个特别方便，就回家用开水一泡，然后给它投凉，然后切点这个配菜，切点黄瓜、胡萝卜啥的，把调料往里一放，就可以吃了。吃了这个，你再以后就不用去买那个小吃街那个凉皮儿吃了。我觉得这个比凉皮儿好吃很多。